小 S 婚后育有三个宝贝女儿，她母亲节当天在脸书晒出小女儿徐老三送给她的三张手绘母亲节卡片，问她对于小女儿卡片中所画的图案和手写文字却完全不懂，直呼女儿的卡片让她感到一头雾水。只见徐老三送的第一张卡片中画了可爱的动物和爱心，并写上母亲节快乐，第二张卡片写着有秘密的房子，并画了九个似乎是窗户的小方格，格子里面有人在唱歌，有人在读书，也有一个格子里面是一只小狗。第三张卡片他画了像是购物清单的图案，分别为珠宝、化妆品、水果、零食四大类，还在每个物品旁边写上价格，例如项链2000元、口红1300元、樱桃10元、苹果5元。而其中最引起众人讨论的是薯条竟然标价高达100万元，令大批网友全都笑翻，大赞徐老三好有创意，直呼这卡片真的太深奥了。Bye.